哎呦，这个太厉害了！看一桌的。哦，这，哇，好雅观啊！对啊，OK。 哎呀，衔接的很好。对，不要，澡堂腿。啊，哎，跳过，跳过了，跳过。然后手，他不是，对。哇，这，再来。哇，可以。好难哦。可以。小明哥那个。蛤蟆功。哎呦我。 可以，再加自己了，来，加自己了，来，来大招了。啊！哇！幸好排在前面，太厉害了，幸好啊，幸好啊。 看得我腿都疼，我天哪！我不行。一周还会啥不？除了这个，把腿来到这儿，这个。其实老师们可以试一下，我觉得还挺好玩的。这样。哦，天哪！我从来不知道他有如此绝活。从后面，还能回来，我的天哪！这个就是明显就是欺负我们。 腿短和胳膊短的人，不是，那这优势啊，腿短是优势啊，就是哥。好了，这组都已经很厉害了，不知道下一组上来的压力大不大？来来来，换一下，换一下。这轮啊，只要学前一个人的动作就行了。来吧，俊豪。你看他们的热身，好恐怖啊！太可怕了。来了啊！那是眼神啊，要眼神。 有哎，哇！第二个动作是什么？第二个动作了。摘眼镜了。啥？啊！这什么啊？这是。这一季我想问一下子啊，这一季咱们是招特技演员吗？兄弟，我都别那么的了，我跟你说啊，我在最近就这么着我都行了。他这个太夸张。不行。 好，可以。好。好，第三个动作，我来个简单的吧。简单的，扫地机器人。哇，这还挺可爱的，这个。咔咔咔咔。 扫地机器人，要再更低一点。扫地机器人了吗？对。你既然扫地机器人，那我到我这儿我就来个拖布。我跟你说，这个节目就让谁也别想好。你是单纯针对花花呗？对。 拖布，不用手啊，用肩啊，用肩走路啊，用肩，哥陪你来。哎，厉害，快点，谁第一？厉害，厉害，厉害！好，加一个花花自己的动作。我就来个简单点的姐。啊！ 对你好吧，刘姐。直接介绍花花的，再来个自己的。我做一个那个，程程曾经做的一个，程程是我心里的丑五届代表。可以，哎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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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哎
我自己的啊。啊。怎么样？怎么样？啊，行行，不是玛丽，我想问一下，你是故意跳的这么丑的，还是丽姐那个？不行，你这个丽姐的神韵没做出来。可以。好，就宝哥那个，那个可以做，我真可以做。来。哇。这样吗？可以，快起来了！哎呦，哎呀，加一个自己的，自己加一个，我加一个稍微难点的。哦，可以的。我加一个稍微难点的。哦，可以的。啊，劈叉，真的吗？啊，劈叉可以，可以，太难了。那劈了，可以吗？哇！孙一浩加油！孙一浩，我们在这边加油。我为什么是最后一个？我们在这边给你加油。太厉害了！你肯定可以的。